多谢。很久没有拍过了嘞，姐，我又换手机，因为我换了华为新老铁啊。到这，到 KL Kuala Lumpur Station 了。因为我要转感觉很匆忙，很紧。大概差不多在 Roger 出来就是旁边隔壁吧，很近。因为我走两个，至于那个统统和四叶草那个，忘记跟你们讲。迟早啊，下个月就是落其他惩罚呀，我要看一下惩罚是什么。多谢，你第一个谁敢呀？目前要等两分钟，应该很快了。我在 MRT 是比较快的时间，等很久。我不是说分析做，那到了地方才跟你们讲话一下。我知道很多人下面留言看着我。做你吃鸡蛋真少，我说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变瘦，我想要瘦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好看呐、啊。啊，来呀、啊！来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真的，等一下我要上去楼上做工啊，然后楼上我是不能拍摄，最后是忙做工，下午见。很累啊！下午没有吃过东西，我一直做工做工做工，真的很累。我真的做工做到是没有吃饭时间啊！我讲实话，没有办法为钱牺牲，这样子还怎么讲，就是比较容易。不是容易啊，怎么讲？没有东西做的感觉，睡一个觉没有啦，然后偷懒啦，很累哦。今天我觉得很累，连我脚都软了。好了，快回家睡一觉，然后拍照拍什么旁边啦。所以大家，我觉得很累啊。看一下我今天有没有拍摄啦。等一下我要快吃饭啊，快拍摄了，然后剪这个影片，我 try 一下。我用这个华为，华为 Nova GI， 我要看一下它剪辑是 OK 吗？最重要是我看拍摄，然后剪辑看 OK 没有。我今天做像开箱 daily vlog 样子啦。好了。影片到位了，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别人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我的。如果你是看了订阅，你也按下去。如果你是忘记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把灯，放进这个五个把灯不响的。如果他真的有咬你是，你跟我讲，你发他不要给他吃东西就可以了。这样，看我下班了。好了，等待我的新闻预告吧，拜。